念佛化热闹。哎，黄大姐啊，哎呀，您真忙啊，这夜都深了，你还不休息啊？没办法，在赶工啊。哦。宋朝的湖南潭州，有一位靠打铁过生活的人，大家都叫他黄打铁。黄打铁一家几口生活清苦，所以他每天都忙着打铁。有一天，一位云游四方的行脚僧人经过他家，黄打铁就供养师父茶水菜肴。师父用完以后，就对黄打铁说：“今天承蒙布施，没有什么好回报，只有一句话送给你。”啊，师父请说。你为什么不修行呢？修行虽然是好事，可是师父，我整天这么忙，怎么修行呢？有一种念佛法门，不管你有多忙，也一样可以修。哦，念佛法门。哎，当你打一锤铁时，就念一声佛；抽一下风香，也念一声佛。长期如此，专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他日命中，必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哦，这样子念佛，我也可以修行了。是啊。黄打铁听了非常欢喜，就照着师父的话去做，一面打铁一面念佛，终日打铁，终日念佛。黄打铁的妻子看见黄打铁终日勤劳的念佛，就问他：“哎呀，打铁都已经够辛苦的了，还要再念佛，岂不是更加辛苦吗？”黄打铁笑着说：“以前呢，当我在火炉边打铁，是觉得又热又恼。哎，现在念佛了，不但不热不恼，反而觉得清安自在呢。”于是，黄打铁就这样始终不断地念下去。过了许多年，有一天，他对妻子说：“今天我要回家了。”“啊，回家？这不就是你的家吗？”“我的家在西方。”黄打铁的妻子觉得好笑，就不理他了。这时，黄打铁仍然和平常一样，边打铁边念佛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从炉里取出了一块烧红的铁，一边打一边说：“叮叮当当，久炼成钢，太平将近，国往西方。”就在这时候，附近的人都听到了空中鸣奏着非常好听的音乐，而且还闻到了奇妙的芳香。黄打铁念佛实在是现代人修行的好模范。